这张照片拍摄于2015年，照片上的女孩来自西吉县白崖乡的贫困山区，这是她在搬迁前望向故乡的最后一眼。女孩不知道离开这里等待她的会是怎样的生活。拍摄这张照片的人叫詹安稳，她也不知道迎接这个女孩的将会是什么。詹安稳用相机记录银川城市变迁已经40年了，从鼓楼到火车站，从街头到村落，每个影像都承载着这片土地的记忆。40年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